some flowers. And then sorry, Zhang, say no shape in the yala. Sophie even sweet freshly, Lenson say the moon in the bow in that town. No shamu danger, Josie Mushishi, and then we get Lenson is a body. Ah, we in the away. And then so yaki we be, we get Lenson is able. Then we get moon in, Sophie even sweet fresh.结束了，嗯，不是让您先回去吗？怎么一直等到现在啊？因为，是你约的我。对不起啊，我订的那家餐厅应该已经关门了。所以，餐厅还得我来订。走吧。 多好的节日，多好的氛围啊！今天本来想干什么？本来不是约了你一起吃晚饭吗？除了吃饭呢，还想干嘛？都这个点了，除了吃饭还能干什么呀？嗯，你还想干什么？我没想干什么，我。 我是加班脑子加糊涂了，我本来订了一家氛围特别好的餐厅，但现在去肯定要排很久的队。你今天都已经站那么久了，我不想让你再站那么久了。反正什么都没有了，算了吧。你是不是喜欢我？是。 哎，你看那边。微风吹拂倦了的面孔，月色朦胧，独自遥望星空。突然之间想得太多。 怎么这么突然啊？我都还没准备好呢。你还想准备什么？我本来准备先一起吃个晚饭。我订的那个餐厅有乐队表演，然后在乐队表演结束之前，我会把我准备好的礼物先送给你。然后我们在一起去电影院，我订了两张电影票，是特别特别好看的爱情电影。然后我们在一起去城市的天台看夜景，然后在夜景的见证下，我会。你会什么？我。
哎，你别管了，反正如果不顺利的话，我就自己走回去；如果顺利的话，就怎样？再说。那要不要再来一次？好。你饿了？没关系，一会儿再吃就行。走吧，先把你的肚子填饱了。走吧，走啊，走。你们吃什么？你猜。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谈恋爱啊？哎，豆包，看看你大哥何出峰，哪里还有一点以前高冷的样子，哪里还少言寡语，哪里还跟从前一样。哎，这种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出门，哪里都不能去，反正呢，甜甜的恋爱也不会落在我们身上，对不对？嗯。哎，这么快就回来了吗？鉴定一下我，不要报警。啊！所以，你现在是我的男朋友，以及我现在是你的女朋友，对吧？你想要反悔啊？不是，我只是确认一下。我是觉得为了我们日后的相处能够更加的顺利，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提前说清楚的比较好。好啊，你说。我随意，在认识你以后的这段时间里没有别的情感关系，也没有婚事，所以你大可以放心，绝对不会出现情感纠纷。那么你呢？是吗？那郑信川是怎么回事？郑信川，你不会以为他喜欢我吧？你放心，绝对不可能的。至于那些花啊、熊啊那些的，都是一些客观因素，现在那些也都不存在了。所以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他们出现了。好吧，至于我嘛，无婚史、无感情纠葛，可以放心交往。公安局有备案的，如果你想看的话，可以自己调档看看了。好啊，那我转正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你的档案。所以还有什么疑问吗？随律师。暂时没有了。反正你也不能反悔了，口头协议也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刚刚路边的监控口头拍下来了，有证据的。刚才你居然还有心思观察周围啊。我每天上班都经过那儿，我早就观察好了。但今天是个意外，我也没想到会在那儿。哎，没想到我们确认关系后的第一顿是吃烧烤。那要不然换个地方？不用啊，吃烧烤挺好的。虽然很意外，但是也很特别。应该还挺好吃的吧？
婆婆，你来了。这个女孩她刚才晕倒在店门口，晕倒之前就说两句话，能不能鉴定我？还有别报警，我真的是，不是我做的。我来看看。婆婆，你干嘛？我们不能破坏犯罪证据。你看啊，这不是真的血。这不是血，这是番茄酱。我这是怎么了？我那他身上的这些都是番茄酱吗？嗯，看上去是像的，不过他手上有一些皮外擦伤，明天应该就会好了。他现在啊睡着了。婆婆，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当年啊，你们米爷爷就是这么倒在我的面前的。你们的旷世奇缘就是这么开始的呀？嗯，也可以这么说。嗯，你们回来了。米婆婆，你也来了。你们怎么回来了？他们不能回来吗？他们这是出去去。这是谁啊？若冰，这是你的。我不认识他。你不认识就往家里带啊？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打住，你们俩不是你们想的那样。那是我们两个想的哪样啊？喂，婆婆，我们不报警真的没事吗？他明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可能一切也就都清楚了。原来是这样。明白。是宋姐让他来找，是宋姐让他来找我的，说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是谁了。那就是认识的人呗，那就没问题了。你们都早点休息吧。婆婆，你就走了？她都说她不记得自己了，你就这么放心吗？米婆婆什么场面没有见过，明天早上等她清醒了就都明白了。那这是送给你们的圣诞礼物。谢谢婆婆。我就先走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走了。婆婆的心比我们宽广多了，随意，你学着点。她说她不记得自己是谁了，她不会失忆了吧？一开始的时候她就跟我说能不能鉴定我，然后她就倒下了，然后在倒下的时候她说了一句不能报警。你什么时候这么听话了？你们都不在，我能怎么办？而且她当时就躺在了我的怀里。躺才是重点吧，你刚刚特意抻长了躺这个字。看破不说破，我们还是好朋友，你们出去干什么了？当我不知道吗？我也什么都没说呀。你什么时候以鉴定人为主业了？有证书吗？不要岔开话题，我只是个鉴定师，鉴定物品的那种，到底是谁传出去我可以鉴定人呢？可能是王文新吧。也有可能他这个外星人。行，那以后我就专门鉴定人了，你们帮我查查哪里可以考个证。我现在帮你查。随意，我怎么觉得是你呢？是不是你告诉陈小元的？我没有，我才不是那种。嘘。那他怎么办啊？他不能一晚上都睡沙发吧？
房间吗？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啊？没有为什么。那我睡哪儿？沙发呀。你等一下，投票。投什么票？同意我睡何厨房房间的人请举手。嗯，你们就不怕我被冻死吗？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何厨房，你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偷的？啊，今夜无眠呢。备注，还是算了，万一被别人看到。那这样，还是算撤回干什么？就是明摆着心虚吗？这才几个小时，我就表现得那么主动，我是不是应该矜持一些？
像星星坠落到地球上的速度令人傻眼，也许无所期待的那天你可能不会出现，只好耐心的阴霾逐渐走远。自己一直将眼欢笑，自以为是的微不足道，好好却悄悄抚平了我棱角，手机有点固执，季节的煎熬，守护那些值得的重要。睡了没？被子太薄了，你有没有厚被子？可厨房，找我干嘛？哦，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声晚安。哭着微笑，背过身，给自己一个拥抱。当作得了一场，名字叫做脆弱的感冒。你在干什么？做早餐啊。
生菜要几片？两片。你用了多少鸡蛋啊？早，你怎么这么早啊？不会是我闹钟坏了吧？我不会迟到了吧？仪表没问题，是他有问题。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接受天使的赏。珍惜给你做早饭的男人。我一直都很珍惜啊，但我也很惜命的。看破不说破，我们还是好朋友。我说的是我。你这真能吃吗？这可不是简单的两片面包，夹着一块肉和生菜，还有鸡蛋。它凝结着珍贵的爱和友谊，再加上本人物以稀为贵的早起劳动出场费，这一片三明治所包含的价值远远高于食材本身。请你们一会儿自觉转账一个你们觉得对得起你们良心的价格。我可以不吃。因为我没有钱。我不是这个意思。你醒了？是一位姐姐让我来这的。对，你昨天突然一下就晕倒了。你还记得我吗？昨天你就晕倒在我面前，然后睡的是我房间。不过你放心，我睡的是沙发。真的吗？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没关系，不着急，你先去洗漱，然后再过来吃早饭。你再慢慢想，我帮你一起想。洗手间呢？来，洗手间在那边。啊。我在里面为你准备了一套洗漱用品，你进去就能看见，一套粉色的。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就跟我说。啊。晒得怎么样？还行。还没好呢。吃吃。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他送走？不，人家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我们要帮助他。你认识他吗？不认识。所以你要把一个不认识的人留在这里是吗？但我们可以慢慢认识啊。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会不会有点……什么有点？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快快快！是，也是，我一个人都操碎了心。三明治带上啊！啊，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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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不用了。三明治，不用了。哎，你吃吧吃吧，真的。有什么我能做的，我们微信群里说。你现在能做的就是赶紧上班，然后带上三明治。哎，那，你吃。怎么还没来？你来了，来吃早饭。你要喝点什么吗？咖啡、牛奶还是茶？牛奶。加糖吗？加一点。好了。哦，好。谢谢。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你还记得些什么？我只记得我好像从一个地方摔下来了。什么地方？室内还是室外？有什么特征吗？不记得了。那你是怎么遇到宋姐的？就是那个让你来我们这儿的那个姐姐。我不知道我怎么遇到她的，我只记得她把我带到这附近，然后跟我指了这里。她说这里有位鉴定师，可以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条件下鉴定人。所以请问你们谁是那位鉴定师？是我。我虽然是一个只鉴定物品的鉴定师，一般来说不鉴定人，但理论上我也是可以的。你身上还有其他物品吗？TK 奥地利产煤油打火机。你抽烟吗？我不记得了。那我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个打火机呢？你可以帮我鉴定一下吗？我目前来说只能鉴定出这个打火机的品牌和型号，其他的我还鉴定不出来。那位姐姐说了，你是连人都可以鉴定得出来的鉴定师。我向你保证，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鉴定师，但就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去一趟公安局，你想要的答案可能就都有了。我不能报警。为什么？如果你不告诉我们实情，我们可以合理怀疑你是罪犯、精神病或者有其他的目的和企图。没那么严重。无论你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你都应该去一趟医院和公安局，在我们这里你得不到任何答案。我真的没有骗你们，我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就算你不记得你是谁，你至少应该记得一些声音、画面也好，还有你为什么不能报警。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报警。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能报警，但我不知道这个声音是谁，可能是我自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在遇到那位姐姐还有你的时候，我
我的脑海里就一直不断地重复这句话，所以我相信我的直觉。如果你们觉得很麻烦的话，我也可以离开，谢谢你们。不不不，你不能离开。我是说，你现在贸然离开太危险了。你还有别的什么能想起来的？我不知道那是真实还是在梦里。有一个人，他总是离我很近，但是我看不清他的样子，他让我觉得很害怕。你看，害怕，不能出去，外面太危险了，你就留在这里，这里很安全，我会保护好你的。喂，贾警官，他现在有点抗拒，您看看可不可以换一种方法。你不要介意，也不要担心，就目前来说他这么做是最好了，你放心好了，我用人格向你保证，你不会有任何意外的。万一我真的是个罪犯，或者是精神病？不会的。哦，对了，要不给你起个名字吧？你想叫什么？好。怎么样？贾警官马上就到了。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一定得看住他，毕竟他现在身份不明，而且来由到底是什么咱也不知道。等他到时候情绪稍微好一点了，你们还是带他去医院看一看，检查检查。好，我知道了。这次情况特殊，麻烦你了。不麻烦，陈警官都嘱咐我了，等结果一出来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啊。好。何老师，这个熊真的好可爱啊，你看他这一来气氛就到了，是不是？哎，这还有个小卡片。这是你朋友吗？这太帅了。不是，这帅没边了。哎，你们长得好看的人都愿意往一起凑是不是？不是。什么不是？他不是我朋友。哦，那一定是随意的好朋友，对吧？哎呦，真精神，你看他这制服穿的跟我这有的一拼，但其实我觉得还是我这。何老师，你脸色不太好。啊？啊，没有，没有。我给您放回去。都弄好了。行，那我们先撤了。啊。好。对了，何老师，还有一个事儿，那个大力最近联系你啊？没有啊，他有什么事吗？哦，没什么，就随便一问。哟，这熊咋了？啊，那个困了。那睡吧。我走了。哼，怎么样？我去上课了，你好好陪他。没问题。
你记不记得高中的时候，你帮我开过自行车的车锁？不记得了。你竟然不记得了？当初我们就是因为停自行车认识的，这个你记得吗？记得，你当时挡了我的路。后来我们成为了同学，那时候你就不怎么爱说话。有一回上体育课，我把钥匙给弄丢了，放学的时候打不开自行车的车锁，你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个你也忘了吗？好像有点印象。没想到你现在竟然成了专业的开锁师，这么酷的职业倒和你挺搭。开锁要怎么学啊？上课、考试，还是你有师傅带？有。那你师傅现在在哪儿？也开了一家店吗？他人怎么样？要不找个机会我们一起聚一聚。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